近日，虞书欣因为拍戏没法参与《月光变奏曲》的扫楼，丁禹兮就带着虞书欣人形立牌来到现场，两人真的太甜了。同时，丁禹兮在扫楼栏目中的饭圈才缩写游戏中，竟然称 Ease 是永远单身，真的是词汇鬼才。现场丁禹兮除了连麦虞书欣外，还现场直播喝醋，不愧是醋王宙川老师，丁禹兮真的是绝了，不仅演技出色，而且搞笑起来也是让人笑出腹肌啊！欢乐喜剧人就是要凭实力搞笑。最近由虞书欣和丁禹兮主演的《月光变奏曲》热播，该剧讲述了编辑初里与作者宙川共同成长的故事。虞书欣和丁禹兮首次搭档，也带来了很多惊喜，特别是丁禹兮的傲娇形象深入人心。丁禹兮对饰演这种傲娇又可爱的男主形象可谓驾轻就熟，当初在传闻中的陈芊芊里，这种死鸭子嘴硬的男主设定也给他圈了一大波粉丝。小伙伴们对这部剧后面的走向有什么看法呢？